国光帮忙。可以了吗？我心满意足。OK。你是不是第一次演到自己有点疲态啊？不是，有点尴尬。员外会尴尬，好屌！在学校应该是开心果。我是啊。还是你平常就这样？我平常就这样。那你妈妈、爸爸那个知道你这样吗？我妈跟我很像。你妈知道你这样吗？我问这些，他们觉得你这样吗？不是，我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对他们没有信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觉就很想要看我们爆裂。想要看你们被抓吧，但是还是要好笑嘛，好不好？对，那希望能够加油。你不会啦，相信你的笑话一定很好笑。你看你前面讲多好笑，对你乱好笑，真的好好笑哦。你怎么那么好笑？真好笑，你先叫什么名字？格格，你不要叫格格，你叫好笑就好了。对呀，叫格格。那我叫笑笑，羊。好，你好笑。我很少啊，就是做节目做的前十分钟倒抽一口气，倒抽这么多口。Oh my god！ 好，来，那要讲笑话了吗？要。OK。Go！ 笑话挑战赛，不好笑就要进行冰冻处罚。第一位格格，他的笑话能让人哈哈笑吗？有一天，有一个员外走在路上，走啊走，闻到一个好香的味道哦，然后想说这个香味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？于是他就闻啊，然后发现不是花香，不是树香，看到一个下人，可是他怎么这么的香呢？于是他就冲过去问他，下人你来，然后就过来，他说怎么了，你为什么这么的香？然后他就缓缓地告诉了员外说，因为我是乡下人。不好笑，明明就很好笑。来，李贝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。很好，非常好啊！哎，这个是可以呀，早该这样子的。身材怎么这样正点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嘛。要不要跳支舞给我们看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。哦呦，激动！哎呦！对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可以这样演一趟员外给我们看。哥，你这样会坏啊！啊，高血压，对不起，不行。来，欢迎第二位 Angel。Angel， 自我介绍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， 身高155，体重39公斤，三围32C， 24，32。您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？外拍。外拍哪一种？内衣跟比基尼。哎呦，这有什么差别？对啊，就不一样啊，一个防水的。之前在做什么？做卖衣服的，卖衣服哦，跑韩国的哦，粉丝团卖衣服，对，厉害，卖的是内衣与比基尼跟情趣用品，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这个有，康哥吓坏了，吓到，觉得自己平常很幽默。平常都讲冷笑话给朋友听，比如说，康哥，你知道什么水最解渴吗？我不好讲哎，什么水最解渴不知道哎。答案是？我怎么也知道？就是清？不是啦，答案是薪水。为什么薪水？薪水就每次领到薪水就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那跟解渴什么关系？哦，开心就流口水，笑话嘛，薪水对不对？薪水就可以买饮料，就解渴。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？我平常都有在运动跑步的习惯。是。然后有一天我在跑步的时候，看到前面
有一个女生跑得很快，跑得比我快，然后就扑给跌倒了。起来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。然后当我要跟她讲，她的屁股都卡在那个裤子都卡在屁股沟里面，对对对，屁股沟里面了。她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哦，哎呦，那这不会好笑，这很好看，有缘，很性感，很美，很兴奋，然后就变成定制裤啊，很好啊，很好看啊，那你有跟他讲吗？来不及讲，来不及讲，来不及讲，那我们今天惩罚你，待会你要变成。你看他身材一定很好。因为他做外拍就是模，就是比基尼又是内衣的。对。那我们主持人可以先看一下。我讲的笑话很好笑。你讲对，你真的吗？笑话自我挑战是不是？对。不是很严格的哦。真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你觉得圈内哪一个男艺人好笑？我觉得宪哥还蛮好笑的。宪哥好笑，因为他懂得很多，然后每次我们家人看到我们节目。都会想到肚子痛。哎，这三个都是单身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三位来宾。对。都很好啊。都很好。果然是外牌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哎，你现在是单身？没有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没有单身，你没有单身，没有单身，所以他没有了，他没有单身，没有单身才丢。等一下我问一下，哎 ，Hello。嗨。你单身吗？我单身。你单身多久了？单身很久了。那现场这三个男生，如果要请你吃饭，你要跟谁去吃饭？我会比较想跟大飞出去吃。大飞，你单身吗？为什么？那就先不好意思，走吧。喂。对于今天的笑话非常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待会一定会捧腹大笑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来，请就位，加油。我要开始讲笑话了，就是有一对夫妻，然后她的老公是专门在修音响的。然后有一天他们音响坏了，老公修了一整晚都修不好，然后到不死心，然后到了睡觉梦到音响很可怕，然后转过身抱着他老婆，抓着他老婆的胸部上下左右移动，奇怪了，怎么没有声音呢？他老婆很生气的一巴掌呼过去，啪，死鬼，你下面插头没有插，怎么会有声音呢？刚刚是鬼故事，刚刚是鬼故事嘛，讲出来像是真的，好像鬼故事，好笑是吧？来，好不好笑？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好，比基尼语，一、二、三。大凯总是在这个之后反应特别的激烈，不是真的，难怪会做比基尼的模特，真的，真的好敬业哦。来，接下来欢迎温蒂。温蒂你好 ，Hello。三围是？三围是32D、24、34。哦，那开始讲笑话吧。说你地皮，你还不急？猴急？不是，我怕路太长了。他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O 型。O 型，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哦，好。平常在做什么？学生兼职夜店香槟女孩。哦，香槟女孩什么意思啊？香槟女孩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推荐香槟。不是，就是包厢叫香槟的话就要举过去，你们店不是也有吗？哦，是不是退休？啊，对不起哦。就是包厢点你们店的香槟，你就要把香槟这样举到他的包厢里，然后有那个什么什么烟火，对对，亮亮的玉女棒啊，仙女棒，仙女棒，玉女棒。平常自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？我觉得我是啊，是，因为就是我本身比较天然呆，所以我无心做的事情，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？最近有什么好笑？就是之前我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我跟他在朋友家吵架，我们就不想要待在同一个空间。然后他就跑出去在他汽车里面坐着。然后我就冲出去，我就一直敲车窗说：“你给我下来！”然后一直拉车门说：“你给我下来啊，出来啊！”然后结果对面槟榔摊的女生，她就说：“小姐怎么了吗？是我的车挡到你们吗？”
拉错车了。拉错车了。你怎么刚刚跟你说？因为太好笑了。哦，太好笑。哦，咳嗽啊。那对于今天的身材比较有信心，还是对笑话比较有信心？笑话。真的假的？拉不下来的。真的吗？怎么拉不下来？好，我这太哇塞。讲。走心了。好不好？你觉得演艺圈里面哪一个男艺人最好笑？台哥。台哥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他很自然的反应，很想当他干女儿。你是看过我们那一集的？认干爹。有啊，有。你的笑声蛮豪迈的。嗯哼。那你跟台哥讲两句话。台哥，我爱你。哇塞！哎，你跟宪哥讲两句。上，快点。宪哥，我也爱你。要麦克风了。不够，你不能学人家，要自己发明一个。宪哥，我等你哦。哦。宪哥都升天了，我的。见鬼了吧！第一个，驱哥，以为躲过极冻惩罚，没想到又被推入地狱。非用避重说呢？我才拍秒吧，我每天都要说哦，先生。讲完了，举牌了，预备。好。四位都不行啊！有一个好笑的，大概大概好笑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举错了。不要说，因为你这样举好笑，我们觉得你纯拔。